今天咱们吃这个黑松露，据说是世界上第二大美食。这个味道是不怎么好，就是有土壤的味道，还有说不出来的那个味道。这是我提前切好的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带花纹的。直接吃不太好吃，没什么味儿。我打算把它放到这个鲍鱼捞饭，海参鲍鱼捞饭放到这里，放一点米饭。这个是我点的外卖，看看好不好吃。多放点米饭，海参来挺快的，来一口啊，看看，来一口。不行，不好吃，快掉了。我在录视频呢，来碗海参。这个黑松露在里边没有什么味道，据说炖汤比较鲜，改天我炖汤试一下。这个捞饭很好吃，生拌海蛎子。嗯，哎呦，这个好吃，太咸了。超级好吃的，味道好极了。